lungs are full of smoke. Don't recognize this town no more. Strip back to the core. Even what you want.不知道你会不会跟我一样，只要开上了跑车，你的心情就不自觉地变好，因为除了双眼被那一种流畅的线条所吸引以外，心里也会觉得哇，这车这么帅气，而且还拥有相当贴地的操控感，所以不自觉地就会让你觉得有好心情。当然，很多朋友会觉得，如果要买一辆 GT 跑车，它可以兼顾实用跟舒适，那可能要花上上千万。其实你可以有更聪明的方式，你只要选择一辆标准双门四座的小 GT， 其实不只有乐趣以外，它还能满足你潜藏在心里的那种优越感。我们今天试驾的小 GT 呢，它很漂亮，而且它造型呢又比之前要来的更动感。它是 Lexus 的19年式小改款的 RC300， 而且我们试驾是 F Sport 的 Navi 版本。它的头灯呢 ，LED 头灯已经换上了新造型，所以整个车头的样貌会让你觉得有更强烈的侵略感。再搭配它的空力套件，结合19寸的胎圈，而且它的尾灯，说真的，它尾灯我觉得具有相当浓厚的家族特征，就是会看起来会让你觉得有点像是无敌铁金刚的金刚火焰，但整体的线条是动感的，就是这一台小 GT 它具备魅力的特点。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买跑车它只要性能好就好，但安全的成色上一定不怎么样。但事实上，我们试驾的 RC300 F Sport 的 Navi 版本，它的科技等级，就是包括它的主被动安全防护，已经算是相当高的标准。它等于是 Lexus 的 Safety System Plus， 有的配备它通通都有。除了它有像包括 PCS， 也就是预警式的防护、副制动刹车、DRCC， 还有包括盲点侦测、车道偏移警示、后方车流警示，这些配备它通通都有，而且还有涵盖双前座包括膝部的辅助气囊，所以全车总共有8具 SRS 辅助气囊。在内装的成色上呢，过去我会觉得 RC 车款，不管是 RCF 或是一般版本，它的设计感呢都相当的鲜明，所以小改款的 RC 呢，它并没有做太大幅度的更动，但是你会发现它中控台依然设计的相当前卫。首先是它的仪表板，它的仪表板呢依然可以让你选择，就是让它的转速表居中，或是判读车辆资讯的时候，它往旁边移动，所以在这个坐动的操作过程中呢，其实会让你营造一种充满战斗感的氛围。再来就是它的 F Sport 的这个座椅，它的包覆感是相当的强烈，而且我们试驾车款它还有十项电动调整，再结合它的通风功能呢，有三段就是双前座椅，所以会让你有一种冬暖夏凉，而且重点是它的包覆力相当的强劲。除此之外呢，它在中控台的界面上呢，它是采用中文显示，而且你只要借由排档转后面的这些触控式的面板，它就可以进行操作。但我觉得这整个座舱我最满意的部分呢，应该要算是握着方向盘的那一种感觉，因为它整个座舱它会营造一种金属饰板有一种冷峻的风格，再加上它鲜明的战斗特质，所以整个座舱氛围会让你觉得很特别。如果提到动力，可能大家会觉得性能最强当然是 RCF， 的确，而且那具 5.0 V8 自然进气引擎它有很棒的声浪表现，但我们今天试驾的这一台车呢，你说它入门，但事实上它却有相当好的动力表现。它搭载的是一具 2.0 升，也就是四缸搭配双涡流的涡轮增压引擎。这具引擎为什么我觉得它调教得很棒，它除了有两套的喷油装置，缸内直喷加多点喷射以外，所以它在不同的转速它都可以提供最好的燃油效果，而且它还有连续进排气的可变气门，所以在设计上你会觉得哇，它等于精密度相当高，也因此它可以炸出245匹的最大马力，而且它的扭力呢，
重可以高达35.7公斤米。你别小看这台小 GT 哦，它搭配它的八速，就是手自排，它的0到100加速可以在7.5秒达成。而且就四缸引擎而言呢，你在全油门加速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它的引擎声浪其实算是相当的甜蜜，而且在加速的这一种感觉，借由它绵密的齿比设定呢，它可以让你觉得加速的感觉一气呵成，而且换挡的反应又快又敏捷，所以全油门驱策也会让你觉得相当的过瘾。这台小 GT 呢，在悬吊的设定上其实也相当的讲究，尤其我们试驾的是属于 F Sport 的 Navi 版本，它的悬吊呢增加了跑车型的悬吊，所以说在一般的道路上，你可能会觉得它算是略微偏硬，但是它硬的不会让你觉得不舒服，也不会出现弹跳。但重点是这台车却有相当好的操控表现，前双叶背后多连杆的悬吊结构呢，其实已经能够展现它转向精准的一面。再加上它这一台车配置的是四缸引擎，就是它可以减少前轴的这个荷重，也因此除了它拥有趋近50:50的优异，它的指向性相当的出色，而且过弯时候悬吊还有优异的支撑性，再加上它的贴地性，所以说在过弯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有一种相当鲜明的速度感，就是你再结合它后轴上的 LSD， 它可以自动调节后轮的滑差，增加它转向时候的那种指向性，所以整个开起来的过程除了畅快，除了让你感受到激情以外，它还有一种高度的自信感。如果你以为只有搭载 V8NA 引擎的 RCF 才有驾驭乐趣，那你只要试驾过这一台 RC300 F Sport 的 Navi 版，你肯定会感到赞叹。你会很难想象，这只是一台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引擎的小跑车，而且你只要把动态稳定系统解除，它是少数拥有后轴 LSP 的小跑车，它可以在山道上让你享受那一种极限滑移的乐趣，而且它还有很完善的主被动安全防护，就是你在享受人车一体的境界同时，它也可以给你更完整的防护。这样一台小跑车可以说是有极度高的乐趣跟激情。那唯一的缺点，我觉得当然还是因为受制于它的车体造型，它的后座可能没办法搭载成人。除此之外，它是一台很有乐趣而且又迷人的跑车。